哦耶！今天是礼拜天哦，立方湾多多哦，多多好欢喜，因为哦，他现在呢，我们一刚刚一到这个地方哦，多多就非常雀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呢他们可能现在今天难得，因为中午我妈比较忙，所以没有带他们出来散步，所以现在呢才有机会出来，所以他们两个非常的雀跃。那多多一开始进来我们国中这边呢，就开始在找石头了。然后就表示呢，他今天呢心里面那个石头的瘾哦，那个石头心来，对，那个你知道吗？抽烟有烟瘾哦，然后什么喝酒有酒瘾，那多多呢他就是有石头瘾哦，然后那个石头瘾呢，基本上在内心里面整哦，做腰啦，所以他现在呢一出来一下车呢也不打卡不尿尿，直接就是去找石头了，非常的酷啊。好，那今天呢是假日，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每天几乎这整个礼拜都在下雨。可能台风快来了，外围环流有的没的，就会影响到。来，舅舅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呢，因为都会影响到我，所以今天就赶快趁，哦，多多你妈呀，妈雀跃吧，趁还没有下雨哦，今天难得这个时间呢，居然没下雨，赶快带他们出来，不然的话呢，可能再晚一点呢，午后的那个暴雨真的是台风等级的，哦，我们尤其是我们山区这边，真的非常的可怕。那今天还好，现在也有一点点小雨，但是不足雨哈，会让我们觉得我大大力的痛伤，我大大还滑倒哎，啊，不足以让我们觉得说需要撑伞了。好，今天带他们来草地上，让他们好好的滚一下。那多多呢，我不用理他哦。以往呢，我们都会带球，但是发现多多已经不玩球了哦，那个时间哦。每一个年纪呢都有不同的想法，好像多多四岁了，他现在就完全对球类的部分呢他没有太多的兴趣，会玩但是呢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热衷，他现在反而是石头要求我，你看那熊大了吧，不要理他哦，他自己还知道哦，不错哦，自己知道石头太大颗了，那很难讲哦，等一下我们林金多一定会变出一颗石头，所以我们就不用理他。那主要呢带他们来草地也好哦，就是让大大跟九九呢可以来草地滚滚，让他们爽一下。哎，老公快走，走，进来，哇，这边满地都青苔呢。哎，你走开慢点，再滚倒，跑慢一点，等一下滑倒了。好，那我们来这个草地哦，因为我们国中的草地是非常非常漂亮、舒服的哦，真的是媲美那种直棒的那种。外野的那种草皮啊，来，哎，啊你要送石头，你自己找哦。来，大大来，大大耶耶，啊，大大来了啊，大大最喜欢的草皮，耶，滚滚的，来滚给人家看，你快点，去，滚吧，大大滚吧，快点，大大快点滚滚的。滚滚，哦哟，来了，哇，滚一圈也好哦。老多，我没有石头啊，我都给你算啊。啊，老爷，舅舅你。哦，不知道啊，就每次呢看到大大跟舅舅呢，他们看到草皮的那个样子，就会觉得很可爱。很久没有看到阿才了，是不是？阿才哦，其实你可以去看上礼拜的吧。我上礼拜我好像有直播。那边好像上礼拜、上上礼拜有拍到，有去找阿彩啊。好，那今天因为是假日哦、喔，假日的部分的话，我通常我直播我不会跑到糖厂去，因为太多人了，然后离店里又太近了。那所以有一些哦，我大大坏掉，离店里太近了。那有一些客人哦、喔，就是看到我们在直播就会赶过来看。那当然也不是不好，就是我习惯了，只是说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还是希望可以比较没有人。那这样子比较好，虽然我的脸皮已经厚到呢，有人没有人我都可以表演了，只是还是希望没人比较好了。你看没人的话，大大这样滚就是、哦、完全自在哦，太高音了。前几天才刚、啊、上礼拜才刚洗完澡了，哈哈。好啦，欢喜吧，大大，你是撩妹冠军呢啊。我们那个三宝的撩妹语录呢，大大是冠军呢，哦，就是问号是无敌的。好，那。看了那个三宝的那个撩妹系列哦，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无声胜有声啊，讲了再多的天花乱坠的一些词呢，其实呢还是永远呢最简单的最好。来，进来哦，你看，不夸张，他真的自己找石头来的。哦，这一只孩子就是厚脸皮，
好，就是明明这边没有石头，他还在刚刚我们在 focus 在大大的部分呢，他就偷偷的跑去咬一颗石头过来了。然后九九呢也准备要来享受他的草皮哦。好，来大大，还石头没在架啦，你写的。啊，九九滚滚滚滚滚，九九要滚了，要滚要滚，滚了，哎呦！啊，九九在享受他的草皮。啊，石头嘞，石头在哪？来啊，再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你把。他们刚刚等一下，大大还没啊、哦！他们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呢，已经偷偷去咬了这一颗。哎，石头舞了是不是？多多在跳石头舞了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再跳再跳再跳石头舞！哦哦哦耶！哦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丢出去！啊，大大，你看，大大单纯，真正是咧到老累咧，不咧，没什么想法的狗狗就是这样子啊。电来来，快点！好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等一下，别吵小鸟，等一下哈，去吧。哇，大大冲好快哦，来。我大大在抢劫了，来快点。好来，好来，给你，给你，再给我，给我，再给我。大大石头不可以吃啊。啊，九九，你要个滚滚吧，九九，你要滚一下给人家看吧，九九。九九，你要对啊，小鸟嘞，小鸟嘞。好，这边。哇，两只猎犬跑过去了，哇，速度超快的，哇，多多还滚一圈。哪里？快点，快点，哎、欸，大大不要抢劫。你没有，你没有接到就没有接到，不要作弊，啊、不要抢走我们多多，不要抢走多多的业绩。丹丹，你要吗？哦呦哦呦，九九跑起来了，九九跑起来了，哦，他的阴阳眼发作了，天空没有鸟，他居然自己在那边追，哦，这一定是阴阳眼。来，九九，你要滚滚呢？来，再滚再滚，哦呦，说滚就滚啊！你看就这样呢啦，啊，什么样的爸爸呢，就有什么样的小孩，你看，啊，躺在那边不动了。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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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知道。九九，小鸟呢？小鸟呢？小鸟在哪里？九九，好，我们来偷偷关注一下我们九爷好了。九九，九九，你别去追小鸟吧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你一个阴阳眼啊，那边没有小鸟。九九，你别躲啊！九九，你要去哪里？他就自己走自己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两个屁孩啊！好了好了，等等我一下，等等我一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撞到我的镜头了。啊！不要乱叫，不要乱叫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大大你要玩吗？你们两个都要玩吗？要不要？要哦，去吧！哇，好哦哦，刚才进年了哦，两只真的 turbo 嘞！啊，你看大大不要被剩啊，就是多多在玩而已。你看大大都只是陪跑而已，就是一起耗电，然后偶尔呢抢走多多的石头。多多不可以作弊，这一边。哇，快点哦，来咬过来，进来进来。哦呦，老牙你要干嘛？这小鸟哦，小鸟嘞，去，去吧。小鸟在哪里？哈，有吗？哪里有小鸟？啊，好好好了，好好，哦，这么赢嘞。再一次哈，去吧。好，那我们陪九九来追小鸟。等一下，等等等等，九九，等一下，小鸟在哪？好，走走，陪你追追耶！小鸟在哪边？哎呦、哦，跑起来了！哪里？哪里有小鸟？走走走走走，追吧追吧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大的石头别上来抱你听无你啊！去吧。
那我们来找九九吧。哪里？哪里？小鸟，耶，九九，来陪你，快点，快点。哪边？哪边？小鸟。哇，这边太湿了啦，太打麻啦。九九，九九过来看。来，啊，这两个囡仔。来，来，石头在哪？好，哇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不要再玩了。你还要玩哦？你在跳石头舞哇！多多，你还在跳石头舞、哦？好好，你自己去玩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大跑去陪九九了。哦，很没有原则的一只狗啊！那远方呢，真的已经乌云密布了、哦，所以呢，应该等一下就会下雨了。那因为现在快下雨的样子，所以预警现在的空气非常的闷哦，好热哦，好热。多多没有了，没有要玩了。你还要玩吗？你还想玩吗？啊！哦，这串哦，哦，这串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还要玩吗？哎呦呦呦，再跳个舞，再跳个石头舞，快点！嘿嘿嘿嘿嘿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要玩了。啊！来了，二蛋来哦。要吗？去吧。你看这囡仔真的欠栽培啦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对石头的热忱呢，真的是，超乎我们大家所想象的。好，那我们，耶、yeah! ，我想要回家了呢，东东，我好热哦，我好渴哦，刚刚出门忘记喝水了。来来，好，好了啦，没有了啦，没有要玩的，没有要玩的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，你这哇，我当年在跳什么石头舞啊？他都多在跳石头舞哎，哇，还一直在跳舞，干嘛？哎呦呦，石头，石头，没有没有，好好，我拿着，我拿着，我拿着，你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好，你也跳石头舞给大家看，快点，跳啊跳啊，跳啊，你也跳舞跳舞，哇哇，多多在跳舞了，多多在跳舞了，大家高追啊，好了，好棒好棒，哇哇。很喘对不对？好啦，你用喷暖，那个喷暖我笑死囡啊，笑到脸暖，太过瘾了。好，再丢一次就好了。哇，鬼鬼笑，整只手都是他的口水啊。好了，少年嘞，走了哦。好，我们不要理他们，我现在要往回走了。好热啊，我现在满头大汗呢。啊，不，没有没有，我要把石头拿来放在树上了。哦，就要。又要来成就另外一个预警的都市传说了哈，啊，就很多人讲的，预警除了树上有芒果以外有什么？树上还有石头，因为我们林金多呢坚持要玩石头，不能丢水沟，怕阻塞，所以现在石头都要丢树上，寄放在树上，啊，这个是预警的新的都市传说。哦，规矩去弄几弄高外吹暖，哦，多多的，因为狗狗哦。他们散热主要是靠嘴巴，所以那个应该不只是口水，还有他的汗水。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大大要等来啊！好，那我们来一起来见证哦，预警都市传说的完达成。好，这个树上呢，就会有石头。好，我们把石头寄放在这里，不只是只有鸟窝，还会有石头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九九还在远方走，我们不要理他。哦，他等一下呢，老人呢会慢慢的走过来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，太热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了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哦，早点哦，耶，回家喝水。好，拜拜。